美女美女，怎么突然站就出来了？他们在下面笑什么呀？怎么好笑的？没素质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也不怪人家，我这不是170斤太胖了吗？还笑？我家里面都没有人穿的衣服裤子了，只有这个裙子还有弹力，勉强能穿上去，没事的。哎，美女回来，我手上啊刚有一身我这个同款，你要不拿去试一下呢？因为前面很多人还要笑你的，而且天气冷吧，你这样穿不合适啊。美女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可是你看你身材那么好，穿衣服裤子当然好看啊。我这肚子又大，屁股又肥的，一般的衣服裤子我根本就穿不下的。我身材哪里好了？我都150斤了，你看我肚子很大一个的，是我这个裤子显瘦，拉起来啊全部能遮，而且是大码的版型，能穿到210斤，弹力很大，很舒服的，你试一下嘛。天哪，完全看不出来耶。那行吧，你穿的这么显瘦好看，我试一下啊。好。哇，这个裤子真的好舒服哎，加高腰的大肚子全能遮起来。没想到弹力也这么好，穿上一点都不紧，里面加绒加厚的，挺保暖的嘛。小脚裤的版型，还把我这个小短腿穿得又长又细了。对呀，先别夸裤子，你看这天这么冷，还光着膀子呢，赶紧把衣服穿上更好看。行，那你快帮我看一下，我穿这套衣服是不是不像170斤啊？不像，看着最多130斤。美女啊，你这么好的裤子，也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会不会很贵啊？一点都不贵，点这个小黄车只要几十块钱，这个裤子。真的？嗯。你好会买哟。